我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。但是《速度与激情九》比冰淇淋《速度与激情九》我最喜欢，所以现在是因为时间准备一二三，两个礼拜以后，《速度与激情九》两个礼拜以后，《速度与激情九》不要忘记，不要错过去电影院看《速度与激情九》，因为非常好电影，动作非常好。